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上一节我们讲述了体质学说在病因学和发病学当中的应用。体质在病因学当中的应用，是指体质对某些病因和某些病症具有特殊的易感性。体质在发病学当中的应用，是指体质决定体质的强弱决定人体的正气的盛衰，而人体正气的盛衰决定机体抗邪能力的强弱，从而决定在邪气的致病条件下能否发病。接下来我们讲体质在病机学当中的应用。在这里面简要的介绍一下病机学，将来我们在下一章的时候进一步讲病机学的详细内容。在这里面只要同学们为了听这个课初步理解认识中医病机学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病机是指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机制。请同学们注意，看有的教科书、看杂志、看过去的文献，常常把机制中医习惯称为机理。自从国家文委发布了汉语的规范以后，从此以后机理一律规范为称作机制。在中医病机学里面最常用的概念，刚上面我们讲了个邪正的概念。那分析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机制，最常用的就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是最一般的概念。同学们先掌握这几个概念的大致意思。在病机学里的阴阳，是指机体在病邪的作用下所反映出的病理现象，按照阴阳属性分析它属阴还属阳，它通过症候体现出来，看这个症候的属性是属阴属阳。就病理现象和症候而言，它的属性的阴阳是通过寒和热这两个指标体现出来的。表和里是指疾病的部位相对而言的。虚实体现了正气和邪气交争的结果，疾病的表现的趋势是亢进的还是低下的，表现了疾病的发展趋势。初步掌握了这几个概念，来听体质在病机学里面应用。从化，从字面理解，就顺从变化。顺从什么变化？顺从体质的属性而变化。说疾病的演变过程中，表现为病理变化的寒性和热性，表现为虚还是实，常常与体质相关，把它称之为病机从体质而化，主要是指病变的属性的寒和热和机体的反应能力，它的发展趋势是向实还是虚。最重要的是寒和热，抓住病变的性质这个变化，从体质而化。那么具体和体质有什么关系呢？偏阳子常常病变的性质顺从阳而化，表现了病变的性质
热性，这就叫体质从对病机的关系决定了疾病病变性质向哪个方向变化，偏阳子多向热性的病变而变化。我们在前面讲阴阳十条里讲过，阳盛则热，阴虚则热。偏阳的体质，一化热常常表现为阳盛之热，偏阳子也可以表现为阴虚则热，那么常常同样表现为热的性质，就是这个热的病变性质是与阳的体质相一致，热属阳，体质属阳，这就叫做体病机顺从体质而化，而化偏阴子，偏阴子它病阴，它易感受寒湿之邪。偏阴子用阴阳来理解，不是阴盛就是阳虚，所以它这个体质一旦得了病以后，它的发展方向多表现为病理变化属于寒性，用规范的术语说就是从阴化寒。偏阳子它的成分从阳化热，上面讲这些都是讲病这个寒和热受体质的影响和体质的属性相一致，解释什么叫做病机这个寒和热顺从体质的属性而化。最后同学们记得结论叫从阳化热，从阴化寒，这就是体质和病体质和病机属性的关系。由此我们看不同属性的体质，一般而言一旦这种体质发生病理变化的时候，病变的属性常常是和体质的阴阳属性相符。二，体质与病机传变之间的关系，传变将来在病机一章里面我们还进一步去讲，在这里同学们简单的理解病机就是病理变化规律是怎么个规律，这是从病变病理变化从动态来考察向何种方向发展，把它规范叫做病机的变化动的和趋势。从总体上这样理解叫病机的传变，传变就指着变变化，传一事相传，一事相传既是动态变化又是有一定的趋势，这个趋势按照中医病机学它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把它概括起来抽象出来用传变两个字这个作为术语来说明病机的演变趋势。那么这个病机的传变与体质有没有关系？与体质也有关系，它传变的规律，传变的规律也和体质的属性相符。偏阳子无论原来它的病变的性质属寒还是属热，如果病变的性质属热，那么偏阳子也从然 化热，即使原来偏阳子的体质这样的患者他患的病变的性质是寒，
它的趋势也易于最后由寒转化为热，这就叫做体质和传变的关系。同理，偏阴子在从化上说易于从阴化寒，以寒邪的病变为主要为主要特征，这个寒邪的性质为主要病理变化的特征。那么一旦有了病，这个病变的演变规律呢，一，如果病变本就是寒，那么体质的属性和病变的性质一致，它向一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向下传变。二，寒性的体质，阴偏阴子的体质，即使得了热性病变，它的传变过程中也易于转化为寒性病变。把这两者归纳一起，就是就病机传变而言，偏阴子易于从阴化寒，偏阳子易于从阳化热。把病机从化和传变综合起来，我们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就阳性偏阳子的体质，它病理变化的属性和病机演变的趋势，最终我们判定，无论是症状表现的阴阳属性，还是症候表现的阴阳属性，一般情况下都与体质的阴阳属性相一致。这就是我们来讲体质与病机的关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关系是通过症候而体现出来的。第四，我们讲体质与辩证。第一，同学们记个结论，说体质和辩证什么关系呢？在一般意义讲，体质是辩证的基础，体质常常决定症候的属性，症候的属性。不管病因如何，那么最终症候的属性与体质密切相关。看看他们是什么关系呢？如果体质强，体质强，就症候来说，虚实来说，强多表现为实症，弱多表现为虚症。从强弱判定，从属性判定，偏阳子多表现为热性的症候，偏阴子多表现为寒性的症候。比如一个人得了感冒，同样是感冒，按照中医话说都是感受风寒之邪。那么邪气，同学们注意，就是注意这个寒字，说感受寒的寒邪，邪气的属性属寒。同一个致病因子作用在不同体质的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人得了感冒以后，他表现出的症候的属性就会有不同。体质强作用于偏阳子的，就是外界的寒邪侵袭机体以后，引起感冒、发冷、发烧、咳嗽。用中医来认识，作用于偏阳子者，那么症候常常表现为热的症候，比如发冷、发烧，那么他可能偏阳子者多发烧甚于发冷，用中医术语讲叫发热恶寒，既有寒又有热同时存在。偏阳子者多表现为热甚于寒，就发热甚恶寒轻。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性质呢？就是由体质所决定的。同样受到寒邪的侵袭，这个人的体质是偏阴子，偏阴子，那么同样的寒邪引起的感冒，引起反映出症状叫发热恶寒，
那两者孰轻孰重呢？就发热啊，腹寒重，发热轻。为什么出现这种差别呢？就是体质所决定的。前面我们讲叫体质与病机的从化传变，它决定了症候的属性。就这个一讲，体质是辨证的基础。就这个一讲，体质常常会决定症候的属性，症候的属性主要是寒热的属性，寒热属性。这就是体质学说在辨证当中的治疗作用。因此中医强调辨证论治，强调个体的特征，个体的差异。我们在这里从体质学说来进一步的理解体质，所以出现强调个体差异，强调辨证论治，其中体质是决定辨证的一个重要因素。将来同学们在临床学习临床课的时候，学习诊断学乃至治疗疾病的时候，同样一种疾病，体质的阴阳属性不同，在治疗上就充分考虑这种体质的差异，用同样的一个方子，同样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同一个治疗原则和方法，在具体处理上就要考虑体质的偏阳子和偏阴子，考虑它们的差别。比如现在前一段时间，这个咱们中国无论是东西南北中感冒非常多，同样受寒邪引起的发冷发烧咳嗽，连有体质肥胖体质，体质学说告诉我们肥人多痰湿，那么在用治疗感冒的时候用发散药物，用辛温药物，说寒症用些偏的温性药物，就是用解表来治感冒的时候，那必须考虑原有的体质基础多痰湿。因此在治疗的时候，那就注意祛痰湿的药物，从体质入手，健脾燥湿祛痰的药物。为什么要这样考虑呢？就是体质所决定。如果这人非常瘦小，瘦人多虚火，同样是寒邪侵袭的而发生的感冒，与肥胖体质的感冒相同的地方，他们表现的症候寒热属性都属寒属表啊，都用辛温解表法治疗。可是这个人是瘦小的体质，体质就多虚火，那在治疗用药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不伤体内的阴，避免进一步伤及体质的虚火，使虚火更盛。这就是同样一个病因表现在不同体质上，尽管是同一个症候同一个疾病，特别是同一个症候，在治疗上就有差异，不仅症候有差异，而且治疗上有差异，这就是体质在辨证当中的作用。这些体质的基本原理同学们都要牢牢记住，将来学习诊断学的时候，在临床治疗疾病的时候，望诊望形体就应用体质学说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去判断体质，它属于偏阳子还偏阴子，肥胖子和瘦弱子，来进一步分还有什么淤血子等等，还有好多，将来在临床课诊断学可能还进一步涉及到。我们这里仅仅从偏阳子和偏阴子对同样一个病人作用不同体质的人，他抑郁在症候上出现，他寒阳性症候呢还是阴性症候呢，他表现来的病变的性质是属寒是属热呢，他们这有什么关系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初步掌握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中医有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也是原理，叫同病异治。刚才我举这个例子已经牵扯到了，说同样一个风寒的感冒，由于一个表现为阳症，一个表现为阴症，那么一个是肥胖体质，一个瘦削体质，表现属性不同，那么治疗方法就不同了。说体质是辨证症的基础，与症候所表现的寒热属性、阴阳属性有密切关系。同病异治，刚才举这个例子是感冒病，体质不同，决定了同一个感冒表现的症候，一可能属热，二可以属寒，那么治疗方法就不一样了。同样一个病，为什么会表现出不同的症候属性呢？我们在讲体质学说的时候，说它和症候的属性和体质有密切关系，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同病，从体质学来理解同病异治。二，叫异病同治。这个病，注意，是主要是指症来说的，或者至少叫病症，这是指症来说的。同样表现一个寒症，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例子，同样表现一个寒性的感冒，由于体质的差异，一个是肥胖体质，一个瘦弱的体质，换句话说，一个偏阳子，一个偏阴子，因此表现出来的，尽管症候不同，但是他们同样一个人，一个共同的特征，假如说都是肥胖体质，它可以表现为寒的，也可以表现为热。虽然症候的属性不同，但它们有共同的体质。就这个意义讲，治疗异中有同，异中有同。在这里从体质学来说，就理解到这个层次，叫异病同治。体质不同，决定了那么症候表现的属性不同。现在体质相通，体质相通，那么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属性，在治疗的时候充分共性，共性在这里从体质学来理解异病同治，将来讲辩证的时候进一步来理解异病同治的概念。说体质是辩证的基础，因此症同治疗方法就相同，那体质相同，在治疗过程中他们就有共同的地方。说正义之意，说体质不同，同样一个病治疗上有所差异，正义之意。这个结论从体质学理解异病同治，同病异，就是体质与治疗有密切关系，要充分考虑体质的作用。中医强调所说这个个体化治疗，就在体质方面表现起来。体质就人而言，中医强调因人论治，这个因人论治主要是从体质来考虑。体质受年龄、性别、生活条件、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医根据体质学说，充分在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视年龄的差异、性别的差异、生活条件的差异和地理环境的这些差异。比如性别的差异，同样一个症候，同样一疾病，治疗女性要注意血质，治疗男性注意气质，这就是从性别角度考虑体质的性别特征，要因人论治。在因人论治的基础上，最后得出的结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从体质学来理解，
这强调的是体质决定正火的属性，因此他们有在治疗上有共同的基础。体质在治疗学上应用，一是个体化治疗，也因人论治，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三，用药中医处方遣药有医有剂，就是说应当怎样用，就医；说不应该这样用，就忌。同学们都听父母的话，都有中医讲说要忌口，忌什么？咱们就用药上的，那就是有的应该用，有的不应该用。这个不应该用、应该用，与体质密切相关。我们前面曾经提到，在这个第一章曾经提到，药物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这样的属性。我们看性味儿，性味儿，偏阳子的体质，无论他得什么病，如果得了热症，偏阳子多热症，可以用苦寒药，这是一。这个审用，就是可以用，又恰到好处，把握分寸。假如说这个偏阳子患者得的是寒性病变，我们必须用辛用温药治疗。那么药物的属性和患者体质的属性相一致，在这个时候用要充分考虑体质的属性。讲药学讲说，辛味药物和发散药物，它的副作用能损伤人体的阳气，还能损伤人体的阴液。偏阳子的患者如果出现热症，辛散药物和体质的属性不相一致，即使得了寒症，也必须他原有热的基础，至少是想到辛散药物的用的度要比偏阴子程度不同。将来同学们在中药学讲药物配伍的时候会进一步来讲，所以提出叫审用，就医用，就是那么热症必须用寒药，这正确。同时要想到那个寒药还有另外一个作用，还会损伤人体的阳气。假如说这个偏阳子的患者是瘦弱的体质，瘦人多虚火，苦寒药物一能够损伤人体阳气，另外苦寒药物过多还会同样伤及人体的阴液，使体质的阴虚体质更加阴虚。这个道理简单的知道就可以了，因为只有通过将来药物学的属性讲药物的配伍规律，才进一步的理解来理解它。偏阴子如果说他得的病的正好的属性为寒，那么当然医用热药。如果他患的是热性病变，那么用苦寒药去泻火是符合中医辩证治疗规律。可是因为体质的关系，他这个寒性体质尽管需要必须用苦寒药物，也同样要把握一个度，这苦寒药物毕竟有损伤阴体阳气的作用，它本来就是寒性体质，通过药物治疗把握度不好，比如使这个体质的特征表现更为突出。这就体质和选择药物酸苦甘辛咸寒热温凉属性的时候要注意，这就是为什么中医治疗强调用服方来治疗，将来学习方剂的时候还必须用君臣佐使来配伍，旨在调整药物之间的属性，达到使药物的属性正好和体质的属性相所反映出来的症候
符合治疗的规律。这就叫一，是指在正常情况下，按照中医治疗学的规律、中药学的规律，应该选择什么属性的药物。二，忌，是指在这个前提下，由于体质不同，要慎用。这个忌不能说理解为就是绝对不可用，所以这里面用个慎用的意思，用慎用。第二，体质对剂量的关系，体质强，正气盛，那么药物的剂量，无论是用寒性药物还热性药物，总之用的剂量可以稍微大一点。而体质绝热，那么较热的体质，那就可以用药要稍轻微一些，这是剂量的选择也有差异。老人、壮年人、小孩用同一个胃药物，由于体质的不同，他用药的剂量是有差异的。将来同学们在学习中药学的时候，每味中药都讲它的剂量，而且每个剂量都有个范围，突出药剂在小儿科学习的时候，那么同样一个胃药儿科用多大剂量，在内科上既要考虑体质强壮年人用的剂量，也要考虑老年人的剂量。为什么呢？这和体质密切相关。善后调理，就是指治疗以后逐渐恢复健康的时候，患者说在我们平时体质不同，我们在选用合理的膳食结构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关系。我们用补的时候来进行延年益寿，来煲汤，来服保健品的时候，也要考虑体质的特征。调理，中医非常强调食补，通过改变膳食结构来增强体质。这一是指病后而言，病后病已治愈，善后调理，最后达到康复的状态，这是一。把善后去掉，日常的调理，我们选择在养生过程中，那么选择饮食的属性，或者用选择药物的属性，将来学习中医学的营养学，学习中药学，有中药学里面专门供食用的药食同源的中药过去的著作里面叫食疗本草，专门选这本书是专门论述可供人食用的中药，它也要按照中医的道理来应用，那辩证用药。就体质学说而言，它要充分考虑体质。我们这里面只讲偏阳子偏阴子，因为我们这个这门课程在这里体质从阴阳来划分的，没有讲再细。就阴阳体质而言，无论是善后的调理、病后的调理，或者平时采取预防的方法提高机体的能力，延年益寿用食补的方法，阳偏阳子有条基本原则，审视辛温辛辣之味。现在这个也很风行一时啊，吃四川火锅，小孩要吃麻辣烫，按照中医看呢，这些都属于辛温辛辣之味。年轻人偏阳子，体质很壮实，不宜多吃，恰到好处。比如在年轻的时候，这个面部有痤疮，就长那个小痘，西语说叫青春痘。用中医的话说，这青年啊，在壮年这一段血气方刚啊，火盛一种表现。如果从体质看来呢，他不管原来是瘦的还是胖的，中医说这个体质的倾向表现这个状态，那多热偏阳。按照这个道理，
天天吃麻辣烫，吃袜子，那就使这脸上就会使脸上这个青春痘呢越来越厉害。在调理和平常生活当中，医生也好，这个父母也好，都会告诉你少吃辣子，少吃麻辣烫。它根据什么来的呢？就根据体质和平时调理的关系，体质和饮食药物属性的关系。反之，偏阴子要慎用滋腻，滋腻酸馊的食品，具有这样属性的食品。有滋腻属性的药物，中医药物学、中药学，因为它属于阴的范畴，属于阴的范畴。有酸馊属性的药物，它属阴的范畴，这属性属阴，体质已经属阴，那么用这个药物滋腻，结果它不仅属阴，它还能够损伤阴体的阳气。在这种情况下，偏阴子用属性来说，不是阴盛就是阳虚，表现寒性体质。所选用的食物，它本身还能够损伤人体的阳，就会加重这个体质，阴性体质更加突出，就和阴性体质它本来的属性就违背了。所以在饮食物的选择就要注意这一点，这个就是把体质的属性和饮食物的属性结合起来，要根据体质的属性来选择适当的药物，调整膳食结构，保证体质始终处于阴阳平和的状态。将来同学们在学习本草时候，老师会讲每味药可以吃，比如枸杞可以吃，五味子可以吃，讲到每味药的时候讲它的属性，那么老师会告诉你医和剂，这味药物在什么情况可用，那么应该在什么情况剂用或慎用。剂在这里无非是强调慎用，就该用还得用，用的恰到好处就可以了，不是忌，不是绝对的不用。那么用什么来判定用的恰到好处呢？就看调整膳食结构也好，处方用药也好，最终的目的是不是能够保证体质处于阴阳和合状态。对疾病来说，最后由阴阳的不平衡使之处境的重新建立起阴阳和合的平衡状态。就体质而言，在病理状态下考虑体质的属性，那么无论是偏阳子偏阴子，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想建立起的阴阳和合、阴阳匀平这样一个体质状态。阴阳匀平谓之健康，所谓医和剂是就这个意义而言的，以最终使体质保持正常的体质状态，以这个为目标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将体质学说这一章已经讲完了。体质这一章在中医基础理论当中，内容和前面讲的虽然不像那里讲的那么多，但是是最难学的一章，也是比较生疏的。它涉及到我们前面讲的中医基础理论，那么体质的应用又涉及到我们尚没有学习的基本内容，所以在这一章要求同学们掌握一，掌握体质的概念，什么是体质；二，体质是怎么形成的，在体质形成过程中先天因素后天因素各起什么作用。把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统一起来，来认识体质的在体质形成当中的作用，
联系我们前面讲过的藏象学说，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从这个意义来进一步理解体质，先在体质形成过程中，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所各自所发挥的作用。其次，正确的把握中医体质学的概念和体质学说的基本原理，一定按照形神合一或者是形神统一这个中医学的生命观。那么中医学的体质观也是形神合一，就在将形和神统一起来，来认识体质。我们现在讲到体质，高中从形体讲，不要孤立的将体质与神分离开来，就体质论体质。最后，关于体质在中医学的应用，我们讲了病因、病机、辨证、治疗，这些内容都是在后续章节要讲到的。在这一体质这一章里面，只通过这些内容的讲授，使同学们了解中医学对在病因发病、病理变化的机制，乃至于辨证治疗，都要充分考虑体质，强调个体化，掌握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这节课就到这里。